晚餐微醺，我与中国天使投资代表团的大咖们前往波罗的海岸，在夕阳的斜晖下跳跃。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吴志勇先生带上妈妈一起旅行。吴妈妈来自贵州的大山里，这回跟着儿子第一次走出国门，她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志勇儿时家境贫寒，但他学习努力，成为了当年的高考状元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我很好。他说：“我要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，让妈妈也尝到。”每一次旅行，志勇都尽可能的带上妈妈。大家好，我们先去吃饭。沙丘，沙丘，那个是的，沙丘，回到巴顿沙丘，对，非洲最高峰是那个斯德人沙丘。什么叫斯德人沙丘？对对对，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沙山那边就是波罗的海了吗？对，对面，对面就是。对，这竟然是天然形成的一个。哇塞，我真的不理解啊！天然能够形成这么大一个。午餐我们点了全鱼宴，不知道能不能合吴妈妈的口味。小狗和天鹅吵架，你见过吗？克拉佩达海港的天鹅在船长的注视下上演了一出好戏。库斯尤尼利加小岛的午后，时光飞快，一小时的航行告别了船长，我们驱车前往帕尤里奥索杜巴度假村。有花的感觉。